好了，我们要搭船去仁川了。我们的车子慢慢的往后要到一艘很大的船上面。但是还有，很厉害，司机要把车子开到船上去了。哦，有下面有人在，哇，我们开到船上去了。海鸥哎。开到船上去啊，到车上船我们等一下下船之后啊，可以走上去，就是旁边这样的啊，地方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，注意安一定全，要拍注意照安的全时候啊，哦。注意安全。哇，我们开到船上去了。还是游客游客船，船不是渔船，这个渡是轮，游客船。哇，好多海鸥！